到啊，你们太小声了，大声一点好不好？我可以。没错，就是新一代人气音乐唱作人、香港旅游推广官王嘉尔 Jackson， 你们的掌声在哪里？我们一起欢迎 Jackson， Let's welcome Jackson。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王嘉尔 Jackson。啊 ，Jackson， 今天很热闹，你知道我们现场有来自中国内地，有来自东南亚，有香港本地的朋友们，然后还有我爸妈，哇！知道了 ，Jackson 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哦，也是香港青年一代的杰出代表，对不对？对。那很高兴今天 Jackson 可以来到现场，向大家呢推广一下香港的美食文化。对，香港的美食文化从小到大吃到，从小吃到大的，然后不单只是美食，我们还有很多景点，整个香港的文化我都希望大家认识一下，也是很难得。一直以来在海外活动，然后很难得回到香港，希望你们开心，要多多捧场哦。我觉得 Jackson 真的是非常称职的香港旅游推广官，时刻呢都在为香港做推广。那我问一下 Jackson， 有没有之前来过我们的美酒加油？没有，今天是第一次，然后来到这么国际性的一个节日，然后吃了很多，也喝了很多，喝了很多酒，非常开心。希望今天不要说错话。没有啦，你状态还是很好的。而且我一定要说 ，Jackson 这次你绝对没有来错，因为今年呢，我们这个美酒加油巡礼呢是最大规模的，因为我们是十周年，我们有大概450多个摊位哦。不是吧？真的，所以你刚刚试过的应该就只是一小部分，450个摊位。希望不要有辣的。对不对？你现在都试店，对不对？对。哎，已经给你们 tips 了，一会儿你们到处走走的时候，说不定 Jackson 就不知道在哪一个摊位在喝东西或者吃东西了。对，见到我的时候，走一走。对，咱们也可以吃点，然后喝一点。喝一杯是不是？喝一杯好不好？哇。我发现 Jackson 呢，不只是能歌善舞哦，我发现你一提到美食，你会两眼放光。对，不辣的，然后非常喜欢，然后。从小到大就在这里长大嘛，然后非常喜欢茶餐厅各位，茶餐厅什么对不对？大排档，有，对，很本地的美食，五宝饭，现在升级咗，六宝、七宝都有，是不是？烧肉、烧鹅、红肠，哇，豉油鸡、白切鸡、咸蛋、蛋、皮蛋。咩蛋都有，他实在太顽皮了，你们不停叫叉烧，他就是不说叉烧。叉烧，喂，对，叉烧。前面很着急。叉烧。是，可是你这么喜欢吃东西，可是平时工作要到处飞啊，真的很想念家乡的美食。但其实我是非常容易胖的一个人，你看我以前的话是有点，让我说话。没有，对不对？以前真的，一年两年前的话，我是有点就是，就是胖胖的，就是 baby fat， 对，然后你这样让我们情何以堪，对不对？你在 baby fat， 那我是不是应该走下去了？非常好，谢谢，你太 nice 了。Thank you。是，就像 Jackson 刚刚说了，其实香港的美食呢是中西结合，种类繁多的。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美酒加油巡礼呢，就汇聚了全世界的美味，从米其林大厨的出品到街头小吃，应有尽有。碗仔翅，哦，对不起。碗仔翅是街头小吃。鱼蛋 ，OK， 肠粉，哦，对不起。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对不对？对。所以 Jackson， 你作为香港旅游的代言人呢，你一般怎么跟朋友们介绍香港美食？菠萝包。菠萝包，哎，他像小叮，你就像小叮当一样，你的那个百宝袋是不停可以蹦出食物名的。欧华田 ，OK。欧华田，红楼，欧华田红楼。哎，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么靠谱的美食向导啊，你们会不会很好奇，想要知道 Jackson 的冰箱里面会有些什么食物啊？会不会？
冷场，是不是？他平时都在探索别人的冰箱，对不对？你们是不是很想看他的冰箱？我的冰箱吗？对啊。你说我家里的冰箱就是我爸妈的冰箱？当然就是啦、啊。我们今天大会就是特别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你，你拿了我的冰箱过，不是吧？你往你的右后方瞄一眼。我有没有收埋啲唔记得光嘅嘢？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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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的右后方有没有很眼熟？可以摸一下。哎，我可以先看一下，我等会儿。啊，是那边。这个应该就平时在家里不煮饭的。OK。是不是很眼熟？知道了。对不对？嗯。这一个呢，其实就是你香港的冰箱。里面有不能给大家看的东西吗？随便看。真的吗？因为不能看的都拿走了。我们真的是千辛万苦的把这个 Jackson 的香港冰箱给带到了现场，因为呢，我们想要看看 Jackson 的冰箱里面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美味。随便看。是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打开冰箱。哇，打开冰箱还要工作人员，真辛苦你们了，真的。因为一开你不会打开冰箱的。非常辛苦你们，真的，真的。哎，有咖喱鱼腩。第一个。哇。可是可以吃吗？可以吃。你冰箱里的东西当然可以吃。谁个想吃？一个男士不举手。哎，你不要担心，他们真的有机会吃，你们也不用急，因为我们真的有准备给你们吃，好不好？味道怎么样？非常棒。这个是纯正的手打鱼丸呢，真的很棒。啊，再吃一个。他吃太急了，因为真的很想念香港的美食。给我呢？对，没事，你不可以吃的。我好伤心的。你要吃热的。我就在你隔壁，你就不留一颗给我？好，下次有机会。哎，但是我知道 Jackson 真的很热心，你是不是很想要跟台下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分担同味这一个？对对对对对，希望可以把刚才那三粒，鱼腩可以切开这么多份。有准备，不是吧？真的。那你看，在场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呢，我们要抽出一个幸运的区域。你看，今天他们坐在红色区、蓝色区、绿色区、黄色区，也有不同区域的朋友站在不同颜色区。这个决定权交在你手上。OK， 你来选一个颜色。我选颜色。我哋真系会派啲鱼蛋俾我哋嘅 lucky 嘅观众朋友嚟食嘅。咁大家坐喺唔同颜色嘅区域咧 ，Jackson 就会拣一个颜色。咁样坐喺或者企喺个颜色区域嘅朋友就有鱼蛋食嘅。哇！哎，你们俾啲掌声啊！谁想吃？男士们。OK， 我选一个颜色吗？你选啊。不是要去抽签吗？没有，一会儿才要抽签，现在你就直接选的。好难做。哎，你们要怎么吸引 Jackson？ 我喜欢蓝色。蓝色因为蓝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是。对。那蓝色的朋友们给点尖叫声好不好？你们被选中了。站着的、坐着的朋友。The lucky group goes to the blue color. Yeah, the lucky color goes to blue. 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快就会带着鱼丸来派给大家吃，热辣辣的哦。OK。而且跟 Jackson 刚刚吃的是同样的版本的哦。肯定会比我的那个热，因为我的那个在冰箱里面，对不对？因为是你的冰箱嘛。对。那没有吃到鱼丸的观众呢，也不用着急，因为在我们活动结束之后呢，大家可以前往我们拍住赏环球街头小吃区，尽情品尝来自各国的街头小吃。咁啱啱咧冇食到鱼蛋嘅观众朋友都唔使急嘅，因为喺我哋嘅活动结束之后咧，大家可以去到拍住赏环球街头小食区，尽情咁样品尝嚟自唔同国家嘅小食嘅。系，唔使惊，冇鱼蛋食都唔好灰 ，OK。那我们说第二个，除了鱼蛋之外呢，刚刚还有一个东西 Jackson 刚刚说过是你觉得很有代表性的，
菠萝包。菠萝包在哪里？菠萝包，我怎么知道在哪里？菠萝包当一堆柴，你们知道吗？在哪里？哎呀，在这里。那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麻烦他们帮我们开一下冰箱。他们都知道，拜托。哇，菠萝！哎，你们知道吗 ？Jackson 今天啊，真的是很心急、很急切的站到来见到大家，所以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一张纸巾上来，好不好？你看，他开心到哦，你有啊、哦？开心到都流汗了，好不好？热情嘛，热情嘛。你看粉丝多贴心，他在替一会儿跟你拿，好不好？没事，我有，我有，我有。不用，谢谢你，没事。哎，这个算是你，这个不会是阿华田吧？这个就是阿华田。阿华田啊，嗯，哇哦，有没有觉得有点感动？我们真的是花足心机的去了解你平时到底必点的是什么。这是不是加了奶？有，非常好。哎，他很会喝，哎，这个一看就是行家，好不好？对，然后菠萝，菠萝油，菠萝油，菠萝油，一个菠萝油，对，这个真的是香港的特色食物。哎，干嘛？这个牛油应该大一点。你不是怕胖吗？不过无所谓，反正今就不管，你就一口把它吞了吧。可以吗？可以，没问题。来，我帮你拿着麦。你他是热情到汗水都滴下来了。好吃，我等一下给你拿纸巾，他真的需要。好吃吗？这样好吃，好的，好吃。哎，我要考你一下，你知道正宗的香港人吃菠萝油的方式是怎么样的？还能怎么吃？不是就这样吃吗？那你想象一下，那菠萝包出炉都是热辣辣的，对不对？啊，对。那那个油应该怎么？是戴手套吃吗？还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哎呀，那我教你好了。我平时喜欢吃菠萝油呢，那个菠萝包一定要热辣辣的，对，那个油一定要是冰的。啊，对。对不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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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冰火的菠萝油才是最好吃的。谢谢你，谢谢。那这个时刻呢，就把这个菠萝油给我们的 boy toy。我 toy 又去哪里了？哎，you know this is 菠萝油。This is 菠萝油 ，OK。但是 Jason 吃过菠萝油啊，我也要问问你啊，就是因为有的东西你真的要告诉大家。其实你觉得现在的香港茶餐厅跟以前有没有什么变化？我真的是小时候没有喝过欧瓦田红龙。哦，就他们好多人知咩叫欧瓦田红龙，你知啊？他们好厉害哦！即加多啲粉啊！是吗？嗯，知道不知道？就是上面会飘一些粉，没有溶解的，对不对？我是去了海外以后，人家说，哎，你身上有恐龙嘛，然后再喝的。你反而在海外学到这个东西。海外听到朋友说，哎，你知道恐龙非常好喝，然后就自己在家开始做了，在海外的时候。是，但是现在香港的茶餐厅也有的喝了，所以随时去茶餐厅都可以喝到。好的。是，哎，我们的 Jackson 真的擦擦汗。没事没事。我觉得是你们的热情感染他了，当然你们真的是热情似火，好不好？对对对，是不是？是。那为了回馈我们今天的粉丝们的热情似火，对不对？今天 Jackson 呢，不只是告诉你们什么好吃，他真的亲手要帮你们做一道美食哦。亲手，然后可不可以？喂他们吃，你要喂他们吃可以。今天呢，我们大会就准备了五个菠萝包，还有五片牛油。Jackson 就要帮你们准备他最喜欢吃的菠萝油，你们说好不好？别担心，别担心，洗手了 ，OK 。哎，我们也有手套提供，你要不要？对，手套。因为我怕那个牛油一会儿会太油了。粉丝们真的很心疼你，让你先慢慢来，先擦擦汗。然后还有一个工具，很贴心，夹子。你有两个手套是不是？是，但是呢，我们今天只有五个菠萝油，到底谁可以吃到呢？当然也
不是这么容易的，对不对？我们准备了几个问题问大家，那你们知道答案的呢？这些问题都是关于 Jackson 的，要看你们有多了解他。你们知道答案的呢，我数一二三开始你们就举手，然后 Jackson 会选出答得最快的那一个观众，你答对了就有的吃，好不好？ So we prepare some questions today. There's gonna be five questions for five pineapple buns. And after I ask the question, I said one, two, three, bun. Pineapple bread, yeah. No, bun. Oh, bun. Okay. After I ask the question, I say one, two, three, I say start. And you guys raise your hand. And Jackson gonna see who's the fast one. And if you got the right answer,This one belongs to you, okay? Okay, first question, let's go. 好，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是送给你们的，这个真的好简单。第一个问题就是 Jackson 是不是第一次来参加红酒美食？来，我们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哎，我还没说三 ，OK， 一二三。哪一个区域？对，就是你拿着王牌的、哦、第一次没错，答对了，恭喜你。来，我们请 Jackson 来做第一个面包，我继续问问题哈、哦、刚刚在这里，哎，你拿刀的架势也是有模有样，谢谢。哦，对哦，你以前拿剑，哎，这件是向剪，我这个是侧着切啊。我听到下面有人说想怎么切怎么切，怎么切你们都喜欢，对不对？对。啊，前面这个女生真的说出大家的心声了。那 Jackson 平时在家多下厨吗？绝对不会。哎，不会。哎，这个真的限量版，他说他绝对不会下厨。哎，我不知道，我吃菠萝包的时候，我吃菠萝包的时候我终于夹扁了先生，你知道吗？等一下，没人终于都 OK， sorry。终于了，他是做多人夹扁。这个菠萝包都整成。啊，小心啊！我们交给工作人员，是工作人员，你要一起吗？The second question. 对 ，the second question. Jackson 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来，快快。好，来，一，等。二选一二三。首先，我想说一下，男士们也可以参与的。来，八八八，你们也可以参与 ，OK OK。
你不是连你儿子的生日都不记得吗？ OK， 大家举手，三二一，来一个，三二一，三二一，你到底选到了没有？可以啊，哪一个？最后一次，三二一，哪一个？等会儿，我直接去。没猜中目标，应该就在那一个范围区哦。哎，我们前排的朋友要给力啊，好不好？你们站在最前面，来小心啊 ，Jackson。哇，好 ，Jackson 已经慢慢走到了我们左前方区域的朋友们，哇！大家冲过去，你们不要把那个菠萝包撕烂了。Jackson 今天真的是很有诚意，不止做菠萝包，还要喂菠萝包，还要亲手送菠萝包。好，我们麻烦工作人员把 Jackson 带一带。而且我们各位粉丝不用担心，因为一会儿在我们活动的尾声的时候，我们 Jackson 跟大家会有一个团体大合照的一个环节，你一定可以跟大家拍到照片的，好不好？不用担心。来 Jackson， 我决定了，后面这三个呢？后面这三个，一个，两个，三个。OK， 好，站这三个区域，对不对？好，这三个区域，那你继续做，我来问问题，好不好？没事啊，第三个问题 ，Let's go。好，第三个问题，2018年是 Jackson 出道的第几年？等一下，不要揭晓，还没数一二三，我就叫你们很快。好 ，For how many years Jackson has been in this career？ 好，我数一二三啊。你来看我数好不好？你看你来选人，来，一、二、三。好，再来一次，一、二、三。好，好像有点。哪个？为什么男士们不参与 ？OK， 一、二、三。OK。哪一个？哪一个？选了一个男生朋友上来，哦，不是，是女生朋友。Hello。Hello， 你好，是这个吗？几年？第五。哦、oh, ，很遗憾，他选大米，但是你没有猜，你没有能够答对。2014、2018第五。哎，但是他开始是说对，他从一四开始选。2014、2015、2016、2017、2018。不要拉他，拉他他可能从那个花坛会跌倒。对，大家不要拉 Jackson， 因为他站在那个位置还蛮危险的。好，谢谢你，希望你喜欢 Jackson 亲手做的菠萝包。哎，对啊，这边还没选，对不对？你们积极摇。好，第四题也是送的问题。Jackson 的血型是什么？数一二三，对不对？三二一，三二一，重新来一次，放下，三二一 ，OK。什么颜色衣服？我近视。拿着王字的那个穿蓝色衣服的女孩子吗？深蓝色衣服的女孩子穿，拿着王字的。那个对，没错，就是你。你要过来一点点吗？我可以，我因为我发现，其实 Jackson
真的很热心，因为原本呢我们是请工作人员把面包递给大家，但他坚持每一个都要亲手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你知道有一个更好趣的事，是我问三个问题，我爸妈没举过手。安可安妮不举手，是想要把机会留给专门来看你的这些朋友们吧？是不是？怎么会不知道你的讯息？小心哦，来 Jackson 慢一点，来我们工作人员帮帮忙。有求必应哎！你有这么好的偶像哪里找，对不对？哎，到了最后一个菠萝包了，你们珍惜一下机会好不好？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们是送他 Jackson 的星座是什么？还没有三二一。来到三二一，三二一，哪一个？啊，我觉得第一排朋友很腿，我只要坐第一排到时候我也抢不到。哪一个？这个吗？刚刚我看到这个美女一直想要把纸巾递上来，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简单，好，谢谢 Jackson。哎，你真的，香港人叫很欧阳扫美呀，就是说他做完这些东西之后，他把台面清得很干净。来，我们给 Jackson 真的先擦擦。没事，热情嘛，来。因为你们太热情了。那非常感谢刚刚大家的热情参与啊！那我们看一看，刚刚吃了菠萝包之后 ，Jackson 的冰箱还有什么美食？还有东西？还有。好，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你都说你很爱吃嘛。哇哦！哇哦！叉烧。哎，你家摆盘很美。是吗？就你家冰箱里的食物。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就摆盘很美。可能安迪知道今天冰箱要上来，特别有做重视。哇，这都是我喜欢吃的，对不对？这里有叉烧，有烧鹅，这也可以分一下吗？有白切鸡。其实今天就是你说了算啊。是吗？那其实这三样里面，你最爱吃哪一个？我吗？我最爱三样都喜欢吃。三样有没有醉啊？没有哎，这醉就是这三样。都很爱吃，对不 对？那很好，因为我们今天都准备在这里了。这就是我说的五宝板里面有这个，还差两样。都已经算了，有三宝已经蛮好了。是不是在国外的时候不能要求这么多，对不对？别要求这么多。回来香港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了，对不对？对。一般你就是如果有朋友来香港，是不是也是会跟他们推荐一定要去吃香港的烧味？对，有朋友来的话都会带他们去茶餐厅。对。刚刚你也提到了，就观众朋友们都是朋友嘛，你也想要邀请他们上来吃，对，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先不多说，现在呢我们真的会邀请一位幸运儿上来我们的台上，跟 Jackson 一起分享这些美味的烧味。 So now let's invite a lucky fans to come up on stage and share the delicious barbecue pork with Jackson. Of course. Wow. Let's go. 那么怎么选呢？